好嗱，再提提大家啦，啱啱有啲新朋友仔就而家過咗嚟，咁今日咧我哋唱啦，仲有阿巴桑嗰邊咧就一齊夾手夾腳啦，搞完嘢就唱下歌嘅。咁我哋 Anchor 嚟噶嘛，所以我主題就叫做主播、主唱、主打歌。咁今次就揾咗個主打歌一齊同大家唱啦。呢首頭先人話想聽 Eason 嘅歌嘛，咁呢首陳奕迅嘅歌《透過成熟時》，希望大家中意。的冬天，也是有你，当初的矜持，令你很怀疑，很怀疑，对着等到只有这肤浅，等到几次，识出心碎，还是有你，当初的温柔，到后悔收心事，这一次，我必收的安家意。但是我有靠近何引诱，问到何时大路先熟透，你要静候再静候，就算失手始终要守，若后尽量别过今天的女白流，留低的是你的石头，从壮女吸收，或者遇到我在海洋成尘中，时机是自熟透，比掌声好啦，应该怎么爱，可惜书里从没记载，终于我出来，但岁月却不回来，不回来，错过了春天，可会再花开，千种恋爱，各种需要，重重灌溉，互爱的温柔，在最后会走回来。我的爱，那必经的苦楚，但愿旁人谈情何引诱，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，你要静候，再静候，就算失手始终要守。日后尽量别嫁今天的女白流，留低的将你的石头，从壮女吸收，也许丰收越粉碎，你到你也得接受，或者要到你将爱酿成醇酒，时机才至熟透。想想天的一边，亦有个某某在等候。一生只等葡萄熟透。壮丽吸收，也许丰收尽否尽未够，你也得接受，或者要到你将我酿成醇酒，仍可一醉自救。谁都心酸过，哪个没有？你未聽過添啊！大家有福啦，你都未聽過，多謝，俾啲掌聲 ，Larry， 恭喜你，好，亦都我哋嘅主持人，你嘅大隻仔，係啊，我 show 下啲肌肉俾大家睇啊！三個位置，係啊，除衫，除衫位置，心好細大聲，除衫，除衫，我哋。好健康嘅呢度，做咩啊？馬馬天好，跟住落嚟啦。係有道理啦。